瑞是之前杨幂公司签约的新生代女演员，不过不久李希瑞就和杨幂解约，解约后的她衣品直接下降。解约后首次现身机场的李希瑞穿了一件黑色牛仔服，下搭普通牛仔裤，素面朝天吐掉渣，怎么和杨幂解约后放弃打扮自己了？这次现身机场的她上身穿着黑色牛仔服，内搭白色露脐背心，下身穿着蓝色牛仔裤，有着腿精称号的李希瑞这次的机场穿搭真的是非常的朴素，毫无腥味，与粉丝同行时都分不出谁才是真正的明星。上身的牛仔服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，牛仔服是最受欢迎的时尚单品，但是李希瑞这次穿着了黑色的颜色实在是没有什么辨识度，加上没有化妆是全素颜的状态，真的是十分普通的。内搭的白色短袖也是最基础的纯色款式，毫无看点，整个状态还不如其他的路人。下身搭配的是一条深色牛仔裤，这条牛仔裤的款式比较肥大，有着腿型称呼的李希瑞非但没有秀出自己白皙的大长腿，反而是被宽松的款式全部遮挡住了，腰部也被牛仔裤全部遮住了，这样就失去了穿短款内搭的意义了。实在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穿，脚上搭配了一双黑色的球鞋，整套搭配就是黑白色，没有丝毫的亮点。同时李希瑞也没有化妆，素颜示人，就跟路人的学生没有什么差别。不知道是不是解约之后那他没有什么心情打扮自己，回顾一下他之前的装扮其实还不错，这套上身穿搭短款黑色卫衣，下身穿着高腰黑色紧身裤，脸上戴着棕色墨镜，背上斜挎黑色小包，短款卫衣和紧身高腰裤把他纤细的腰暴露无遗，展示了大长腿和小蛮腰，扎起来的头发又时尚又活泼，整个人都腥味十足。